天我来我朋友家，然后我朋友家的那个墙坏了一个洞，本来我说找一个 handyman 就在来给他修好了，他非说，我老公非说不用 handyman， 他可以给他修，所以我现在就看看他吹出来这个牛逼到底能不能给人把墙修好，也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你自己家里的这种 drywall 破了的话，应该怎么修啊？我现在就看一下能不能修好。我朋友家的这个墙被一下子给弄了个洞，然后现在我们要，本来我说我找一个 handyman 过来给他把这个修好，他非说不要，然后我老公说能帮他修好，这俩人现在买了很多工具要修这个墙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修的啊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黑哥，你买了什么？来看一下，先来看一下你的工具，专门去买的。嗯。哦，刷子，这是啥？腻子。腻子啊。对，这是 texture 油漆。油漆。这是做 texture 的油漆。可以呀。这就够了。花多少钱？我看看来。这个八块多。看看小票。八块多。多少多？一共花了。怎么这个才五块多？分着买的。分着买的。一共花了多少钱？大概二十几块钱吧，最多三十块，二十几块钱这样，三十块钱不到吧。三十块钱不到。嗯。我就看看你们吹出来的牛逼能不能把这墙修好了啊。嗯、含着泪也得把墙修好，大哥。你要是修不好，我给你找个handyman，然后你再花150块钱再修一遍，好不好？开心不开心？首先要磨是吗？报纸。哦，你不会给它弄完了之后，这个地方正好鼓起来一块吧？所以就看我技术了。发挥你专长的时候到了。嗯。你为了不上镜，把自己都捂成这样了。对，没错。来，好。来垫上。大姨夫，你相信他吗？嗯，那不好吗？他比相信他自己。比起自己来，还是比较相信他，是吧？我也是这样的，我宁愿别人做，我也不相信我自己。我不相信他，我不相信书。不行就请个老莫。那你相不相信是剧？请个老莫。先花了30块钱，然后弄不好再请个老莫。老莫发现洞比较大，又收了你200。要磨是吗？磨平一点。你把这个贴上去之后，不会鼓起来一块吗？你再看嘛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吧。你看视频进行学习，实际进行实践是吧？弄个墙，然后俩人忙活一下午。不用一下午，我觉得也就10分钟。你确定？那一直肯定。我这个视频要超过10分钟，你啪啪打脸。那你要从我开始开弄啊？你看，我现在开始了啊。一个人研究着视频，另外一个进行着实操。好，弄成这样了，然后再刷，然后再刷油漆。来，看看你现在弄成啥样，已经贴上了。你要不要减小？好了，嗯哼，就干就行，非常棒，等着它干。
哇，干了，现在干了，干了之后就是白色的了。对。哇哦，要磨是吧？对。磨得很平整就行了。磨平整了之后，然后再喷才会出现这样墙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然的话就很平的墙就不好看了。看，很平整了。你不要喷了。对，然后再开始。开始你的表演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那么多的房子没白眼哈。等它干，上漆，搞定。就这么简单啊，怪不得不用 handyman 了，我还寻思把我们师傅给你叫过来帮你收拾一下。好嘞，我们等他干。好了，现在你是调好了这个颜色了是吗？对的。哇哦，你这个小棒棒也太小了吧。是的。你舍不舍得弄个大点的呀？你大了我就怕，因为我在动物园长的。哦，也是哈，不过这小棒棒还算是好事。现在完全干了，所以可以直接刷水了。没完全干吧，这是锅。但是你这个桶，你确定你会刷吗？不，他不。哎呦，不行耶，可以啊，应该是。哇，